对呀、啊。然后他开始退，退了之后，一半、二半，两个给吃完了。再蹲一下，两下，夹半。知道了，他会完了再吃。对，明白了。我给您跪。幸福美丽，代代相传。他说：“那个凤哥怎么了？”啊！转正啊！赶紧默默看一下，小手鱼很辛苦了，好吧？好了，好的，好的。那个酱上了啊，因为这故事必须关上，对对对，把它赶走才行。淡淡的酱可以开啊。平均试啊，一二三，走走，哎，能行啊！我感觉一个大象趴在蚂蚁的身上。这么好的哪里来的？
你下降没人帮你降，降没人管。你是凭实力，你自己想的吧？反正骂人打你，你自己想的吧？我是太小看了，哇！有点害怕。你藏我都藏不起来。找着了，看啥可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个什么鬼？这就是全力。还是你看，还是坤姐搭的，你是这个手是吧？帮他把钱拨开，然后我先松，帮他慢点力，我俩同时松。